大家好，好，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测的部分啊，好啊，我们呢现在呢，在这个静坐入门呢，已经完成了前缘，那么呢，我们在这个聚缘持戒了，同学，这个持戒部分呢，我们呢已经完成了啊，就是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跟不妄语了，那我们就继续这个不饮酒戒哦，好来，请，OK，好，忘了 share screen 了哈。好，来，有请，就是秀丽读一读，哈，不饮酒戒。啊，师傅啊，第五戒不饮酒戒，遮戒是吗？是吗？你招读了，你不用问是不是你招读，不对的会纠正你的。贪嗔痴，因为明了心神迷乱所带来的痛苦，净妙相，我决心不饮酒，即服用任何麻醉毒品，并竭力防止毒品的流传与泛滥。我先言保持理智的清明，以长养身心的平和康泰。赌冤，好的，同学看一下啊，这不饮酒戒呢，这边有写这个字叫做遮戒了哦。那么呢，遮戒啊是相对性戒而言哦。这个所谓的性戒是指啊，不管你有持戒有没有就是持戒不持戒，犯戒的话都是有业的哈，有恶业的。那这个遮戒的话哈，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呢，它基本上啊，如果这个啊不饮酒戒你没有持的话。它会让你啊犯上其他的戒律啦，这就是所谓的遮戒的意思啊。同学可以写一写哦，遮戒啊基本上是有防护的功效啦哦，这个所谓的遮戒啊，看一下啊，遮戒哦，好来看一下哈，它指啊遮止之意啦。又做就是相对性戒而言啊，在这一边呢就有写遮止之意就行了，哦，遮戒哦，制止哦，那么呢，基本上有遵守它的话呢，就可以呀，保护自己呀，免得犯上其他的杀盗淫妄这样子了，哦。在上面这边有提到讲，在没有信仰佛教的时候啊，他说犯了不犯戒。皈依佛门受戒后犯了才犯戒的，这就是遮戒。它基本上有几个定义啦，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啊，皈依佛门后才犯戒的这个就叫是遮戒的定义了的，必须要皈依之后，那没有皈依的话，是不算犯的这样子啦。好，我们来啊，大概简单了解遮戒哈。那在这一边呢，我们那时候的不饮酒戒啊，在早期的时候啊，主要啊是针对酒啦。那么它的酒的定义啊，是任何啊可以制作成为酒的，任何方式制成酒，不管是啊米酒啊、果酒啊、谷酒啊之类等等之类，早期是这样啊。在啊，本来很早的时候啊，没有制定这条饮酒戒的。后来啊，就是因为有佛弟子啊，他可以啊，飞天遁地，可以降龙卧虎但是啊，过后啊，他去托钵的时候，有人给酒他喝，他喝了他醉掉然后呢，趴在地上睡啊，非常有威仪，然后呢，就传道去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他招来。问话啊，过后呢就制定这个不饮酒戒这样了。它缘起本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呢过后啊，也有一个典故提到，就是啊，有一个人呐、啊，基本上啊，他就是本人呐、啊，就喝了点酒，然后过后呢喝了点酒啊，过后呢就想啊，吃东西，过后呢邻居的鸡啊就跑过来了，那跑过来过后呢，他就把它杀掉，就犯了杀戒，然后过后啊。然后呢，他本身呢、啊，又那个鸡不是他的，也犯了偷盗戒。然后过后啊，隔壁的邻居啊，是
就是漂亮的村姑过来哦，问他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看到，又犯了王鱼戒。过后他因为喝了酒啊，就把这个村姑强暴了，又犯了淫戒啊，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啊，就一饮酒是四条戒都犯到完啊，这些都是啊在佛教里面经常会引用的情况的典故来告诉大家这样了。那么这个喝酒本身呢，基本上啊，如果按照原始的戒律啊，原来的定义啊，是第九都不行的会醉的第九都不能喝到都不行不过呢，我们发现就是呢，现在啊，其实有某一些情况底下尤其是在家弟子是蛮难避免的，所以呢，尤其是你有时工作上，比方说你还需要应酬。那么呢，或者是你本身的上司啊，CEO 是鬼佬来的你必须要跟他喝酒这样子的话才更好就是对于自己的升职或者是友谊上更好结合等等之类。如果你有，还有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喝点啤酒可以打开心扉之类这样。那在情况底下呢你就不要去持这条戒了。因为这个戒律本身普遍上来讲居士还有蛮多一些社交应酬少量的什么啤酒之类有时候还蛮难免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这样那么呢其实是不是有次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刚好来了个还小我一岁罢了的哇，他一上飞机没多久他就点了白酒white wine 还有就是 Heineken 这样然后聊啊，我在想，但是不是有点醉他跟我开始很好聊那么呢，我开始问他，他开头在讲哦，我是大学做讲师教书的。等一下他说他讲其实我有点隐瞒了，我是当教授到最后他讲哎，干脆讲其实我不是教授，我是印尼爪哇爪哇岛就是雅加达某一位就大学某所大学他有讲出名字，他说其实我是 director 来的，这样子。我讲哦，是啊，那我就跟他开始聊了那么呢，大概啊，他酒精啊下肚子畅所欲言，很好聊那么呢，他是讲对讲不对，有时候也蛮难印证也没有去印证，我们也是打发时间。不会发现就是他有罪我也不懂啊，他自己不。他自己也不确定，因为喝的也不是很重酒精的那么呢，但是我本人呢，我没有喝嘛那么我来问他来答了，哇，真的是有问必答所以呢，在整个坐飞机上一点我都不寂寞，聊到到了为止，他老婆吩咐他不要再讲了啦，都不认识人他就乖乖不讲话不然的话什么都可以聊因为小时候一睡罢了嘛。那么呢，我是觉得我在那回想不管他讲几分真话假话基本上如果他讲很多大话下到飞机，如果大家又碰面他就要讲100个大话来圆一个大话的，他说这个家伙他就惨不过呢，就是没有遇到，但我发现原来难怪有一些朋友跟师傅讲他们会喜欢偶尔喜欢背啊这样有提到这种酒后吐真言我是感觉这个家伙有点像，真的有点酒后吐真言变到很好谈，没有过多的防心这样子无论如何呢，还是不站在佛教立场是不鼓励喝酒啦因此是如果你是难免的话那么呢，你就不要去吃这条街这样所以大体上如果是妇女但是唯一的开源就是医生的许可啦，那么就是医生把它当药来用这样这种许可是没有问题的。那同学可以就当药的方式来用这样我有听说过现在也有些佛教徒他们就尝试不要用黄酒鸡也是找得到代替品来暖身体了。不过功效如何，这个我还没有办法确定，是直到有佛教徒跟师傅讲是可以找到代替品这样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谈酒的一个典故了。不过这个酒本身呢，其实回到去它的根本还有就是心神迷乱了，所以在这一边是不饮酒戒
其实还包含了就是这一边所讲的精神迷乱还包含就是我们所讲的，他说任何麻醉毒品也包括在里边，麻醉毒品，然后过后呢，泄力防止毒品的流传与泛滥，那下面这一边呢，还包括就是麻醉毒品，然后呢就是还包括烟呢。还有到了现在的今天还包括糖跟糖了因为这些都会让人上瘾的像不管是这个糖或者是这个糖在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我们大体上到了每两个人一个胖子都是过重就是因为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难以自拔。基本上尤其是我们的妈妈档哇，去到Roti Canai 或者是炒 Maggi Goreng 哇，这些食物基本是很好吃的价格比起其他食物也是便宜的那么呢，蛮多中下阶级的人有时候我有去看到哇，那些妈妈档生意多好可以开24小时的那么呢，吃的时间不对，加上这一些而且是再来一杯甜甜的什么，那些什么。Nescafé Direct 什么之类，哇，它很上瘾的，它会带来无比的欢愉然后呢又很低的价格，所以就这个缘故，现在我们马来西亚是每2个人一个胖子，尤其在吉隆坡那么那种超级大肥佬是可以在妈妈档偶尔会看得到的很多茶档都会看得到，男女都有的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方休你们文莱有没有这种现象？每2人一个超级大胖子有没有文莱？我看有啊，哦，是也就是呀，一样啦，就是明年这2个糖啦，糖跟糖，对对一样的道理了那么糖的部分呢，包括这汽水各方面的饮料像我进来我有出国嘛，那么呢很长时间呢，我都那些影视剧都没有什么兴趣看，只是坐着看那个飞机怎么跑，然后呢，空姐都无时无刻都不会忘记来喂我们喝果汁橙子跟苹果汁，我发现我喝到上瘾了我回到来我 jet lag，你知道吧？就是因为那个有时差，但时差不对3更半夜时候突然想起是想要喝那个什么橙子或者苹果汁这些就是十几个小时空姐不断的喂我们喝，喝到我都上瘾，哇，真的是那个，因为我其实我很长期没有喝糖的饮料的，都是咖啡跟茶不加糖惯了的哇，但是现在发现有糖的更爽哦，尤其你在飞机办公的时候，你知道吗？没东西做，你知道吗？要么就喝水，然后呢就上洗手间。然后过后呢，坐久不舒服，出来运动一下，又在喝水这样所以哇，就发现到哇，原来含糖饮料是那么快感那么强。后来我去查，它的糖饮料不会很高，就100ml 才大概是4%罢了，还不会很高哇。但是就很够你上瘾。所以呢，如果一些糖分很高的话尤其是珍珠奶茶这些，它是20汤匙糖的，包括汽水，但是给20汤匙糖我们是不会吃的。可是经过加工之后碳水加工之后，哇，尤其是汽水哇，喝到你真的没有办法停止这样所以呢，同学这些都会构成上瘾像我们大人像师傅这样哇，都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感觉。尤其你到外国天气很上火我们就经常会喝可乐加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华人哇，尤其是同学们到了外国你知道最痛苦是什么吗？就是想吃唐人餐，你知道吗？你知道唐人餐多贵吃，你知道吗？在外国唐人餐是贵吃的但是让你最难忘的就是想吃什么？是蛋炒饭 我的同伴哇，他讲很挂念蛋炒饭了，你知道吗？病了都想我要蛋炒饭，我不要再吃西餐了。哇，结果到了中餐来个面来个蛋炒饭，哇，多大的快感！不是来自青菜青菜没有什么快感，是来自这一些。所以同学看到吗？所以这2个糖字尤其是我们在特定的情况哇，加上它很对得到你口味
哇，这两个汤啊，哦，真的是没得顶哦，肯定上瘾哦，肯定上瘾。所以我回来之后啊，第一件事情是减肥啊，因为短期间就够了了，哇，真的是啊，因为平时在这边我们可以节制嘛，哦，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择，不需要碰那些啊，但是啊，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啊，哇，这两个东西原来是啊，那么的好的救命的哦，可以下火啊，哦，像汽水可以下火啊，然后糖的饮料再糖人餐，就是整碟炒饭大大碟这样子哦。炒面哇，大大碟这样子哇，吃到你很过瘾了哦，尤其是在外国家，所以呢，这些呢，都会站在现在的立场啊，都要搬进来了的了哦，尤其是这边中老年人居多，这边谁啊，已经开始有，超重跟糖尿病的，举手一下有没有？有这边谁有糖尿病的吗？有吗？加来一位哦，OK 啊，加来一位。哦，家里你倒霉罢了，你看其他人好好没有事哦，啊，你自己要去戒了哦，啊，因为糖尿过后全部跟着来哦，啊，所以呢，这一些是需要制止的。然后过后啊，我们这边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毒瘾跟烟瘾啦，这基本上综合起来大体上同学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其实基本上怎么讲啊？OK，好，我们有同学有问题的再来解答好，这一边呢就是有提到就是毒瘾啊、烟瘾这一些那么呢大体上所有的瘾如果是你要戒的话它其实上网去查它是有程序的那么呢首先呢我看同学你先找出你有什么瘾你想要戒的嘛你想一想可能呢就类似在这里的范围的毒瘾啊、烟瘾啊、糖瘾啊，现在连糖瘾都包括，请你想一想想好了就可以 zoom 举手我们就根据你的想戒的那个习惯来谈整个戒瘾的一个过程。来，同学，请想一想，没有的有没有的好了就可以松举手了。好，五位好了。所以五位同学，今天六位过半，还差一位，两位找出一样瘾啊，你想要戒的没有的话也是可以 zoom 举手了随便找一样你想戒的OK，五位，OK，好，六位好，OK，好，来六位慧贤，你要zoom 举手。他还帮我做计算好来，同学呢当你找到你要戒的瘾是，如果首先你要戒瘾的话，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不管是任何的瘾要戒第一件事情就是呢，你本身就是你愿意戒，这个是前提来的你必须愿意戒。你的意愿很重要的，同学大体上愿意是很重要，因为当你不愿意戒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勉强你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戒赌这样子赌虽然有合法化但是在道德上蛮多人呢，有时候也不大好意思说我经常有上去云顶赌博，有些都不好意思讲的，因为你讲出来怕某些人会认为你这个是赌鬼来的，还是怎么样这样所以也不是所有人会很乐意大方讲我常常上去赌博这样不是每个人愿意，虽然是合法因此第一就是你愿意戒，那么呢，通常为什么你想要戒应该就是你的那一个瘾就是过患这过患呢，你看得很清楚，就是戒瘾的好处，戒的好处和不戒的过患
你很清楚知道哈，就比方是说哈，你本身呢，就是要戒掉这个毒瘾的话，是你发现呢，戒掉了的话是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钱哦。那如果你不戒的话呢，可能呢哈，你的最亲爱的人呢哈，会要离开你这样啊，他威胁你说哈，你不戒掉的话哈，我们呢就不要你两个了哦。因此是一般上啊哈。你在愿意戒的背后，一定是啊，你想到戒了的好处和不戒的坏处啊，这样的话哦，才会产生那个动机的哦。啊，大体上啊，这个不戒的过患呢，动力啊是越强就越好的。因为就是不戒的过患基本上是带来痛苦，那这个痛苦啊，可以来自于名誉，也可以来通常为了你最爱的人做，是最 powerful 的。那么还有就是为了健康也是啦，因此是第二点，就是必须要有这样。那么呢，当你已经是有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戒掉之后，那么到第三点，就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代替品啦，代替品，replacement 代替品，意思就是讲你是戒掉毒瘾的话。那么呢，当瘾发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东西可以取代毒瘾，然后呢，让你得到的快乐差不多一样的那么有一些戒烟的人有吃什么糖果来取代那么呢，这些糖跟糖它上瘾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特定的食物来取代，类似代糖那一些因为如果是代替品没有的话，当那个瘾发作的时候你不容易过关。那么呢，这个代替品是可以物质那么呢，如果在毒瘾的部分是它的代替品，它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和酒瘾因为服其他药物来制止。但是心瘾的部分最好有宗教所以大体上来讲，你基本上戒的人是这个代替品本身，你必须要有一个宗教。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毒品身瘾可以戒，但是心瘾很难戒的。那么当你很脆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需要宗教才帮得到你的。像我之前呢，师傅之前其实有尝试遇过新型戒毒协会的人基本上他们是基督教的。那么他们呢，有跟师傅讲其实我师傅有打过电话找过我们佛教的辅导中心谈到戒毒的部分，他们有讲哦，我们他说师傅抱歉了，我们手头上的个案多数是失败的，尤其是毒瘾跟毒瘾他说因为没有一个宗教底下很难成功，所以基督教本身它的成功案例蛮多，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宗教信仰在背后。那么呢，我们佛教有一个在关丹的他们有用佛教，我有遇过一些跟他们聊过一些成功可以戒掉毒瘾的人毒品的毒有成功戒掉因此是宗教是重要的。因此在二地其实来过一两个哇，也是因为赌的关系很糟糕。其实不止两个，我们二地有好几个个案这都是二地的学生跟师傅讲的，他们都是因为赌的关系跟家人脱离了关系，赌博的关系有一个曾经把手指都砍掉一个，哇，还是戒不到所以同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因此是，那么呢，新型戒毒有时候我跟他们讲说，OK，如果是目前在附近 KL，我们找不到一个有宗教的佛教的团体戒毒师，我讲基督教没关系，你就先去先。原因是因为虽然你会感觉宗教上好像有背叛，但是你要先做到个人先，因为你毒没有办法戒掉，是你感觉自己不像人的，活得很没有尊严的，所以你先把自己的尊严找回来先。先戒那么呢，参与他们基督教没关系因为我们佛教不够他们那么强大，在这方面的团体，你先戒了先，做了个正常人了先过后可能在里面叫你观想耶稣圣母玛利亚之类，你可以用佛教的佛菩萨来取代这样因为他必须住在里面那边等等等等这样子因此是我们都是鼓励没有关系的你先不管宗教，先把瘾戒掉这样子因此是宗教的部分有宗教才容易成功尤其是戒一些瘾这样子
那么此外啊，当你有了这些元素，对不对？你可能要开始戒，对不对？因此是你开始戒的时候啊，你选择一个很好的时间，选择一个选择好日子啊，这个日子对你要有意义的哦。比方是说那个日子你为了你母亲而戒，在你母亲生日的时候戒那么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下承诺。你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的时候戒之类这样或者是你选择一天皈依三宝来戒因此是选择个好日子是重要的。那么呢，从好日子是选定了之后，对不对？其实如果能的话请你公告好友，公告好友说哦，我戒赌了。哦，我戒烟了因为我有通过公告好友底下是你的好朋友知道你在戒烟，他不会在你的身旁吸烟。然后呢，家里面凡是跟毒你要戒那个东西是所有的广告酒杯什么之类，统统你要让它不存在那么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你看手机可能有点困难不过我记得 Facebook 好像也没有看到烟跟酒的广告YouTube 好像也没有看到嘞你可以YouTube 如果你有看你可以把广告 block 掉它可以买花钱，它广告 block 掉就没有广告了。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自己打造个环境，让你的瘾不会通过眼耳鼻舌身，然后勾到去你大脑那一边那么如果是香烟的话，就通过鼻子那么毒瘾的话，其实我们二弟有些同学有跟师傅坦白了，他说：“哇，师傅你不知道我们赌博世家我就是世家赌博的他讲了我们一靠近那个赌博场所的时候，哇，会心跳加速，会很兴奋的。这个跟这种 lottery 他说，哎呀，他说师傅你们很难理解的，哇，这个我们去到是很高兴的，你知道吗？一年几度上去，哇，不得了。”他说：“所以呢，这些场所是你一定要绕掉，然后过后你一定要绕开它不要去经常有意无意靠近它否则是它那个瘾会不断的掀起的。不过我觉得现代尤其是有手机了，任何瘾好像都很难戒，很难戒因为在手机里很容易通过沟通就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看听或者是要去寻找它来源容易很多所以呢，同学这一个到今天的确是困难难度蛮大的。所以呢，包括这些烟瘾包括网瘾就是在中国已经有戒网瘾的了戒上网主要是游戏游戏的网瘾不好意思游戏的网瘾游戏的网瘾网上游戏的瘾哇也是已经有特别的忠心戒掉了的了然后过后公告你的好友之后是接着下来就开始正式进行了那当你定下一个时间一天三天一个礼拜或者是三个礼拜当你一戒成功之后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OK，春梅，你猜是做什么事情呢？当你制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成功戒到了，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事情让你的这个戒的计划更成功春梅，就持续哦。不是。是要鼓励你自己啦，对，是鼓励你自己。那么鼓励的奖品不能够跟瘾有关不能够戒赌的人说，好吧，那我就三个月成功戒掉，那就上去玩一玩不能够这样子烟瘾的话就让我抽半根这样怕会破功因此是你的奖励一段期间之后的奖励一定是必须要不会助长到你的瘾的啦，可以奖励旅游等等之类都好，所以呢，基本上它就是这几个 step 那成了之后真正成功戒断的话，必须是未来
你面对那个对象啊，面对啊，你的那个比如说你戒烟啊，面对那个烟呐，或者是酒的时候，你会没有感觉的，才是真正啊，戒掉这样子啦，否则的话，是没有算戒成功啊，因此是有所以啊，所以我们讲啊，戒到完全成功啊，面对他而完全的不动刑的话尤其是欲界众生是蛮困难的因此是在这一边里面有一些是可以，有些办不到所以呢，在这一边里面其实也可以加插宗教了因此是代替品里面这个宗教也包括就是有修学静坐，尤其是打坐了，同学在这边所有的瘾里面如果是跟静坐的禅悦比起来的话，尤其是禅定的喜悦这个禅定的喜悦基本上可以说是就像恐龙那么大只但是这一些的瘾跟它比起来，这些可能只不过是小鸡小鸭来的所以一般上禅定一旦你方法掌握得很好，而且你的那个喜跟那比丘苏嘎够强大的话。肯定会断掉那些的瘾，就像吃了猫山王的人不想再吃本地榴莲这样因为它是更加的美味可口的因此是同学，如果是你可以学到静坐，然后呢，基本上那边可以功夫用得上，或者是部分的协助，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禅定的喜悦，它是一个很好的代替品来的它带来的乐是很强。那么呢，在那么多个里面其实大体上有一个东西那么多个里面其实那么多个瘾有一个是会破坏掉大脑的就是自残有哪在那么多个里面哪一个会破坏到大脑？那么多个里面自残，你看，那么多一个项目里面哪一个破坏大脑最厉害？开麦我觉得是应该是烟呐、烟的哈对烟有破坏除了烟还有这边呢基本上毒品破坏会很厉害了毒品会比烟可能更厉害所以一般上有吸到毒品哇，它把你这个大脑会 damage 到很厉害的程度其他那些比起来还没它那么厉害因此是很多时候那瘾其实是跟大脑一个元素有关，就是 serotonin 或者是多巴胺这东西基本上这些都是跟它多巴胺有关系的现在科学来讲都会用多巴胺来去说明这个瘾了，几乎所有的瘾都是多巴胺分泌跟多巴胺有关系。那多巴胺基本上看到吗？高赏增加多巴胺，脑中的浓度，成瘾的药物也会增加多巴胺的分泌，看到吗？所以基本上跟多巴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的研究会尝试停止多巴胺所以呢，即使是禅定的喜悦都好也跟多巴胺有关。不过你讲如果是修禅定会不会也会造成一种瘾，是不是同学？这个是英文的 dopamine 其实修学禅定也会让你会成瘾，也就是说你会不断的重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说基本上比如说你现在还在工作你还需要对人讲话然后你还需要养家那么呢，如果你这时候你打坐做得很好，然后你这些责任都没有做好的话，其实这个也不对的。这个站在责任的立场是，你也是有成瘾，就是说你这个，不过这个成瘾比起其他那一些它好很多。但是问题就是你必须把你责任做好不能够饭也不煮，家务不做，说我要打坐，我有禅定的喜悦这样不能够的甚至是丢掉工作不做。就也不成了所以呢，目前大家情况，如果你打坐做得很好，应该是用它来辅助让自己的烦恼减少升起。过后呢，先把你的责任把它了结它这样的话才比较妥当不过像这静坐的这些多巴胺分泌，大体上就没有不会损害到身体这个就是它的好处来的了，这样子
好啊，那么呢，我们有同学问，OK 啊，来，同学这个阶段呢，刚刚有同学举手讲，你们要戒掉某一样东西嘛，对不对？OK 好，来从同学看一看啊，一二三四五六啊，你目前呢，在处于哪一个阶段啊？然后呢，有没有一些阶段漏掉的啊？等等之类。啊，那等等之类啊，也可以提出。那么呢，基本上啊，这一边呢，如果都可以涵盖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它当然也不是一天一夜这个阶段可能有些东西会重复这是个大概来的请你去检查一下看，检查好了就可以 Zoom 举手了这些全部对于你接的那个项目这样子。依偎好了，春美好了，师傅，其实我没有东西要借。那就举手了啊，啊。Zoom 举手了啊，就 Zoom 举手了，没东西要借啊，就可以 Zoom 举手了，OK 好，好，过半了，来，我们呢，刚刚有同学就有问题了那么呢，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就是我看一下 chat 那一边就是有提到他说在日本有一些道场他们呢有酿 sake sake 应该就是清酒对吗？杜居士，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杜居士非门sake 就是清酒对吗？清酒是日本僧人他们酿制对不对？是吗？OK 如果是日本僧人酿制，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呢，日本这僧人虽然他们自己称自己是僧人，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定义不是僧人，因为基本上日本和尚他是可以娶妻吃肉，然后可以喝酒了，主要还是在以明治维新的时候佛教的势力自从从唐朝传过来，不断的扩大明治维新时候，皇帝其实怕了佛教的势力，那么呢，为了要控制佛教的势力，他就逼日本的出家众，第一，你必须娶妻，然后过后呢，要有孩子后代过后还必须吃肉，因为当出家众没有那么清净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是，其实基本上他们呢不算是出家众来的。所以呢，站在声闻的立场他们是没有犯戒的，因为他都没有去，他本来都不是来的只不过他们呢称自己为僧这样了所以呢，因为身份上根本都不是，因此是他酿酒也好，喝酒都好，都不干涉到就是没有牵涉到说出家中的问题了的酿酒的问题只是问题就是如果形象上像一些比较保守这些南传上座部之类，他们是搞不清北传跟日本和尚的因此是声誉上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进行澄清了这样子。那么呢，如果是这个大前提都不构成问题的话，大体上的喝酒是因为太冷了，取暖还是什么什么原因那是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了。所以呢，因此这个就不构成问题。OK，非门大概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因为它不是的缘故那么呢，其实当到外国的时候我也去有顾虑到外国很冷尤其是到欧洲的一带，说大体上是不是需要到喝酒保暖？那么呢，我有问过一些在英国的了，他们讲虽然是他们满10个月里面就有2个月日照时间，全部时间都是湿哒哒的吹风又很冷这样。不过他们讲如果是说通过就吃到肉然后过后喝一些浓汤之类，那么呢还是可以保留蛮久下的那个温暖这样子不喝酒还是可以。但是有些说到了北欧一带就比较严寒的。很长时间都在下雪那些有些是需要到喝那些什么 vodka 来保暖，而且有些酒也很难喝的。那么那一些呢，就要那边的僧团来去确定这件事情了的了，这样子因为佛教基本上应该如何开源是基本上释迦牟尼佛有提到说，僧团在当地他们是可以戒律上进行审定的，因此到了那边，如果你在那边住你有这个问题，你学了佛，
但你不想犯戒，你就找附近的那边的寺庙，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你靠近得到的，你去问他们，他们告诉你啊，哦，应该怎么样子做才比较理想，这样了，哦，好，这个呢就是关于呀，哦，这个上，这个就是是不饮酒戒的哦。好，有没有别的问题？不饮酒戒的，我们戒律完了，要过去啊谈别的，没有了哦。好啊，没有问题的话，是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同学哦。好，来，接着下来我们看一看了哈。那我们回到来呀，就是不饮酒戒完毕，然后过后啊，同学啊，我们就去到讲义的部分，同学找回你的讲义哈。啊，那么呢，就提到啊，上品、中品跟下品持戒的人呢，OK 好，OK 好，上品持戒之人哈，请桂芬读一读，有请上品持戒之人。上品持戒之人，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时，造五逆，后遇良师教授三规五戒为佛弟子。若出家，若得出家受沙弥舍戒，此受足戒作。比丘尼从未受戒，来清净慈，不辞无所犯毁谤，是上品持戒人也。当知是人修行止观必正佛，犹如净衣易受染色。中品持戒人，二人若受得此戒已，虽不犯众，于诸轻戒多所亏损，唯修定故，即能如法悔忏悔，即名持戒清净人生定慧，如一承受有。后一逆，若人顽劲即可着。下品持戒之人，三者若受得戒已，不忍持心，不持轻重诸戒，多受毁谤，依小乘门戒，无忏悔四众之法。若依大乘教门，犹可减除。还需要念吗，师傅？哎，好，继续念，来。无忏阿毗黎喀，即无愧阿耨多罗，无愧的特相是不厌恶生与恶行，或无耻于恶行。无愧的特相是不害怕恶行，他们各自的作用是无耻畏恶和无惧的为二，现起是不退让于招二，各自的静音是不尊重自己而不尊重他人。好，同学，这个红色的字你可以开始抄。那么一面抄啊，就一面停了哈。大体上，同学啊，这一边呢，我们所谓的持戒的部分是来放大点点给同学抄啊，OK 好，同学啊，这一边所谓的无惭无愧呢，在戒律上是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呢，如果本身对恶行啊，你呀，是没有厌恶，还有没有觉得害怕的话。基本上就属于无惭无愧，那在无惭无愧底下就容易啊犯上罪业了的了，就犯上犯五戒了的了。那么大体上啊，犯五戒的限期啊，就是啊不退避于造恶，跟到你造恶啊，不会去退避的，你完全啊毫无禁忌的那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无惭无愧啊？其实回到底啊，还是跟我们的基本上的教育有关呢。所以，如果是教育啊，有提到就是这个杀盗淫妄本身啊，如果是有教育到说啊，这个持戒本身
是跟那修定会有关系。那修定也是为了证悟涅槃，又或者是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等等等等。那么呢，如果是说都会呀、你会知道把戒持好，不把戒持好的话，你会很难达到宗教的目的，达到内心的清净。那么呢，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这个教育底下，你就容易产生惭愧心了。否则的话你会很难升起惭愧心的。这种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大体上是跟教育有关所以呢，自小到大，我们的父母都会不断的叮咛我们要做个守规矩的人那么呢，这一个基本上会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守规矩是不了让我们的父母亲失望。那么呢，有时候也是害怕舆论呢因此是这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基本上还是从教育开始。那么有教育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自己犯上五戒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升起惭愧之心同学，你抄好了之后请你 Zoom 举手了。那么呢，在上面有提到上中下品之人这边同学这边所谓的上中下品是主要是讲是用步骤为譬喻第一就是呢，如果你本身基本上第一类就是就像一个上品的人基本上是不管他本身的学佛的情况几时开始学起都好，大体上当他一学佛之后，是不是他就从来没有犯过戒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类净一受染色了。第二个是中品持戒的人，所谓的中品持戒的人是什么意思大体上来讲就是他重的不犯，只犯轻的了。那么呢，什么是轻重呢？在我们的五戒的时候已经通通教过大家何为是重的，何为是轻的。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那些是重的，那些是轻。那么呢，中品的话，重的不犯，只犯轻的重的不犯，只犯轻的然后呢，过后第三类就是下品就是轻重通通犯到完，看到吗呢？轻重通通犯到完。那么呢，这类型的话按照小乘教门小乘是指说一切有部跟同业部啦，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座部有部是现在找不到了的了，在他们的教义里面是不能够忏悔四众的大乘有一些法门是可以提供忏悔四众戒的像大乘经里面一些念佛法门，尤其是念地藏菩萨阿弥陀佛法门这类型都可以忏众的不过当然有条件性，而条件也不低的所以呢，因为有些人他们犯的时候是无意的，过犯了之后他可能想要找出路，那么呢，大乘这边有给到方便所以呢，这些大乘经里面都有进行记载。因此是第三类型的人基本上就是最糟糕的我们多数人是中品持戒啦多数是中品持戒，然后呢，在上品的部分，对不对？有几个名相了。第一个出家受沙弥持戒，何为沙弥？同学，沙弥有点像所谓的 probation period 在做工的 probation period，大体上沙弥是男众女性是沙弥尼就是受戒前的一个阶段来的。来，同学可以写一写。沙弥，Sramanera 或者是 Sramaneri 那么呢，这一个定义不要用这一个我们要用的就是呢，源自于所谓的沙弥它其实就是未受具足戒，年龄在7岁以上，未满20岁不过现在其实跟年龄无关刚出家可能都要先受沙弥戒，同学你就写未受具足戒。都是叫沙弥，男的叫沙弥了，女的叫沙弥尼这样这个年龄在7岁以上，未满20岁现在只要你出家，你50岁出家很多道场在北传都会先让你先受沙弥戒这样子过后呢，受了沙弥戒一段期间才 confirm 你，那么呢才受比丘戒。那么沙弥这个沙弥它是来自于这个什么呢？
Samuel 了哈，啊，它其实是来自球技戏词情册，有这样子的含义啦，就是寻找寂静涅槃啊，然后呢，就是戏词，这个应该是啊，长养慈心啊，熄灭烦恼，类似这样子的含义啦，哦，啊，这个就是沙弥啊，哦的定义哈，那我们看一下哈，我找个完整的巴利文哈，刚刚因为他给我们的呢是那个秋词哈，库恰的那个语言来的，然后就可以写下来哈，啊，沙弥巴利文 Samanera 或者是 Sramanera 哦，啊，那么呢汉你看呢，原来的翻译是Sramanera 哈，Sramaneraka 这个 Sramanera。这个啊，音不发哦，啊，Sramanera 哦，啊，它的音有在的，所以当时啊，就是中古汉语的翻译是这样，啊，不过呢，到了我们中文啊，省略就变成只是些沙弥罢了啦，好，来，过我们再看一看呐，哦，除了沙弥以外，还有就是比丘啦，比丘。比丘，那么呢，这边的原文有提到啊，比丘这一边呢，就是啊，佛教受具足戒之后的男性叫做比丘啦，就是所谓的比丘来的，受了具足戒之后，可以写下啊，来啊，比丘比丘当时的中古汉语啊，应该是这个是念bhikkhu q 应该是念 q，所以呢就有丘字出现了。当时的中古汉语了所谓的比丘翻译闽南语 bhikkhu 看到吗？因为闽南语蛮靠近中古汉语的bhikkhu 那这个 bhikkhu 基本上啊就是所谓的弃世啊、净命啊、破厄等等的意思。因为很多意思在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用比丘这两个字了来，同学就是看一看所以我们讲了这边讲了，就是出家之后受沙弥或者比丘尼，这个尼是女众加个尼那么呢从来都不犯过的这个就是 first grade 的人这种人日后修止观很容易成功的道。好啊，过呢有提到两种贱人这两种贱人是一个是不造诸恶的，一个是做了能够后悔，那么呢就需要忏悔多数人都是二者做了轮回居多。来，我们来到忏悔方法，有请智雄读一读忏悔方法。忏悔方法定义，这里有一要点，就是犯戒者，戒从不偿自己的罪过，忏悔意义是祈求容忍，再将自己所有的过失发露出来，由犯戒而又怕人知道，故意隐藏在心里，这是再也没法清净了。依佛法来说，谁没有过失，或重或轻，大家都是不免为犯的。只要能生惭愧心、肯忏悔就好了。这正如儒家所说的“过欲勿惭改”。凡是犯戒而又复偿的过失是越来越重。一般人起初每次小小的过失犯而不忏悔，就会继续违犯下去，久了就会恬不知耻的犯戒重戒。举例说，如篮中藏有碎物无数，如把它倒出来，暴露在日光下，很快就清净了。如盖得紧紧的，生怕脏器外泄，那不但不会清净，而且是越久越臭。好，感谢好，同学这边就有提到忏悔的方法了那么呢，这个忏悔的方法是，同学啊，你们的讲义，请大家画重点呢。哎，飞猛啊，你们的讲义有画好重点的吗？还是没有画的？有画的吗？这些黄色没有画好的，来，同学画好了，请 zoom 举手了。
后来啊，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哈、哦。这一边呢、啊，在佛教啊，蛮重视发露忏悔的啦。什么原因啊？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哈、哦。大体上是我们的观念就是，如果你犯了一个过错啊，基本上是比如说给你自己就是语言上伤害了某些人。那么呢，你语言呢、啊、伤害了某一些人之后，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这件事情啊，你没有把它就是就是啊。或者是犯上杀盗淫妄啊，如果你没有进行忏悔的话，是啊，那么呢，即使是小的都好，你就好像啊放在缸里面，那么久了之后啊，它就会变成了、就是秽污了啊，那么呢，就是下去啊，日子久了之后，它就会变到很严重哦，因此我们讲啊，如果有犯的话，过失不要复偿，应该把它发露出来，那么应该是对谁发露呢？大体上啊，如果是说在家里面呢、啊，有大家学佛的哈、哦，你可以找一些佛友比较稀捏的来进行法录啊。那么呢，如果是啊，附近有寺庙出家众，你觉得信得过也可以法录啊。不然的话，对佛菩萨法录也是可以的哦。那么最重要就是，哎，如果有你觉得有不大妥当的话，应该要啊去把它弹开哦。那么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就不会呀、啊、由小变到大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一些过失啊都是由小变到大的。在过去呀、中国啊曾经啊有一套骗子如果是同学有留意的话是跟贪污有关的，叫做人民啊人民啊这个啊人民啊人民的名义啊。大体上啊，他的那个钱呐，里面呢、啊、是有描写到那个剧本有描写到，就是那些人呢、啊，他贪钱呐、都是由小变大的。同学看一下啊，这是啊真人真事改编过来。同学你看一下啊，这个墙壁全部都是钱来的啊。这一个呢，就是一个贪官，他基本上其实啊，也不过是就像我们的、吉隆坡的市长罢了。那么呢，按照他记录来讲，开头的时候是，其实啊，他们呢要让你贪污的话是，在中国有很多手段的，就打个比方他会帮你办张卡，提款卡，可能他先放了几千块，他卡留下给你，他说啊，你需要到啊，你就可以拿它来用这样子。那么呢，可能呢，当开始做刚开头面对这一些的话，你可能你会很犹豫不决。但如果你又很需要的时候，你也会很挣扎。不过呢，当你一开有个头之后就是那个卡里面的几千块开始用起之后到最后那个胆子会越来越大，到最后会摊上过亿的钱这个是在几年前相当出名的一套一套戏来的那么呢在就是 Facebook 有一些简短的一些报告然后呢，这个是当时在中国就是打破收视率，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那种贪官种种的形式都把它收集下来写下，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到哇，是多么的恐怖当人贪到最后的时候，可以到这样子的阶段，这样了所以同学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是犯小过失你没有去监督自己的话，到最后越犯就会犯得越重了的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忏悔的部分了。好，有请，就是请丽香读一读了念礼佛大忏悔文：若诸众生轻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若轻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然使除灭。经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
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恶忤逆，谤人谤法，或灾或戒，或塔坏事，偷生子物，污尽凡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唯除一事于昼生已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虽不灭，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好，感谢同学给画重点了哦。好，这两个上面的念忏悔文通常一般上如果有在寺庙上供都会有念到了。那下面这个念大悲咒的部分可能多数人都是熟悉，谁有念过或者听过大悲咒的举手一下，大悲咒。看到吗呢？很多人都有念过那么呢，这一边稍微介绍一下大悲咒的来历是来自哪里了给个短片让同学欣赏一下同学这个大悲咒跟这个礼佛大忏悔文是基本上来讲在佛教里面它有忏悔两个字，其实里面是已经 stand 得了的忏悔了。不过我们的佛教北传的忏悔，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就是变成一种仪式了。很多时候，其实念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所以呢，如果是都不知道自己念什么的话，如何进行忏悔呢？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把它弄懂它，礼佛大忏悔文里面到底是忏些什么？还有这个大悲咒里面讲可以忏悔，也必须要弄懂是忏些什么？这样的话才不会说不求神解的，才可以达到它的功效。一下先拿。好，来同学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大悲咒的来历啦。好，来同学请好好的观赏
世尊，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缘由。善男子啊，你们应当知道，今天的法会中有一位菩萨，名叫观世音自在，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广大的慈悲心，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他秘密释放了如此大神通。想为大家演说，唯愿世尊慈哀听取。善男子啊，你有这样大的慈悲心，为了众生的安乐而演说神咒，现在正是时候，请速为众生宣说吧。世尊，我记得在无量亿劫以前，有一位佛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那时蒙这位佛怜悯我及一切众生，对我说了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然后佛以金色的手为我摩顶，对我说道：善男子啊，你应当持此心咒，广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求得大利益、大安乐。在那时，我本是初地菩萨，听闻此咒后，立刻超越第八地。我当时心生欢喜，于是发下誓言，如果我将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请让我全身立刻生出千手千眼。我刚发愿完，当时身上立刻出现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震动，十方千佛都放出光明照处我身，更遍照十方无边世界。
此神咒，应当先跟着我发这遥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观。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愿无碍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慧无畏者。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弘法行者。我若向高山，高山自随有；我若向火道，火道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心称念我的名字，还要称念我的本师阿弥陀如来的名号，然后再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一夜诵完五遍，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世尊，当诵持大悲章句的人和天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接引。无论此人想投生在哪个佛土，都能随愿往生。世尊，如果有诵持大悲神咒的众生堕入三恶道，我誓不成正等正觉。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还不能往生到佛国，我誓不成正等正觉。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者得不到无量三昧辩才，我誓不成正等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能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如忤逆十恶，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统僧起悟、孤尽恨行等，全部都能灭尽。对此咒心生怀疑者，就连小罪轻业也不能消除，更何况是重罪呢？不过虽然不能当即灭除重罪，还是能远作菩提之音，所以一切天人应常常诵持，勿生懈怠。诵持此神咒的人，
无论身患什么病，都能痊愈。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全都不能侵扰他。诵持此神咒的人，能自然成就32相80种好，而且一切鬼神、各种天魔外道都不能侵扰他。这个陀罗尼是由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世尊，这位菩萨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能宣说这样的陀罗尼？这位菩萨名号是观世音自在，也叫年所或千光眼。善男子啊，这位观世音菩萨有着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好，同学，我们呢影片到这边停止，来，我们掌声鼓励哈。OK， 好，好，同学啊，这个影片呢、啊，它是来自哪里哈？基本上啊，是我们所看的哈，在大正藏那边呢是可以找得到的，大藏经这一边哦。通常去哪里找大藏经哦？我们就找西北大同学哈、哦，我们找西北大，然后呢就是找千手千眼，千手千眼哦，大悲无碍陀罗尼行经就在这边就可以找得到了。好，因为啊我们的佛经有那么的多，我们如何审核啊那一些是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的呢？啊，大体上就来西北大。那么呢，这个是来自于汉语大正藏100册 T20 第二十部大正藏，经号是1058了。那么呢，一般上啊，我们已经核实过的经典啊，都在西北大汉文大藏经可以找得到哦。啊，那么呢，同学们往下看这一边啊，那么呢，这一边就有提到啊，应该不是这一个来的哈。他千手千眼啊，这个才对，大悲无碍陀罗尼行经吧，啊，就这个来的哦。那一边呢，这个前边呢有正文，就是意思就是讲啊，他应该是皇帝啊 sponsor 译的啦。一般上啊，正规的经典先有经名，过后呢就唐朝啊，然后呢西天竺沙门，然后翻译叫做乔翻大摩所译。那么呢，刚刚的嘎顿啊，全部啊都是这一边 summarize、啊、出来而做出来的啦，这样子哦。所以呢，刚刚你们所看的就是这一些来的哦。那么呢，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边呢、啊、所谓的啊，念大悲神咒，他讲啊，如果是犯了这一些啊，就是清损常住，你在寺庙那边啊，你一些食物不是你的，你偷用了，因为啊那个寺庙啊，如果1000个人、100个人住，东西是属于100个人的，100个出家中的。他说这种犯了哦，千佛出世都不能够忏悔，现在大悲神咒可以得到除灭。然后同学你看一下啊，一切五二十逆，谤人谤法，五二十逆啊，同学啊，这是最严重的罪行来的哦。忤逆啊，同学啊，目前来讲就是包括萨巴巴还可以发生呢、啊、然后萨巴巴萨妈妈那么就是触佛身还有就离间僧团还可以发生，另外那两个啊触佛身学、啊、还有就是啊就是萨罗汉那个可能比较难发生。这边的谤人谤法就毁谤人跟佛法，破斋跟破戒，那么呢还有就是塔寺啊，还有偷啊佛教的东西哦，物尽犯恨啊，让别人没办法修犯恨，这一些恶业啊都可以除灭，就是通过念大悲咒。同学记得啊，这一些都是有条件性的哦。那么呢，其实这些啊12忤逆啊，在就是上座部佛教是包括有部啊，我们佛教里面有分部派，有部跟同业部，他们呢、啊、分别说部，他们这些都是不能够忏的。在大乘这一边呢、啊，有些方便、可以忏，但是都是需要很多的条件才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呢，这个不能够乱开源。所以同学大体上啊，如果是、啊、你有犯恶业的话，是不是基本上啊你会有不安，
你会掉悔，因此你的忏悔的目的是消除这两个，那这两个消除了，你的心就可以恢复平静啊。那么呢，如果是啊和不能够消除的话，要更进一步的话，可能呢，就要通过宗教的仪式了。比如说有人堕过胎，就要去就是到超度法会，写牌位啊，然后呢念经之类啊，通过种种的宗教仪式，只要能够把你内心的那个忏悔哦，给去除得到，那就是好方法来的了。哦，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是宗教性的。那么呢，这个念礼佛大忏悔文呢，就这边就师傅就不讲了的了。那么呢，同学可以上网去找师傅的水忏啊，因为水忏呢是每一个字每个句啊都有去解释。那么呢，其实礼佛大忏悔文呢，有一些根本都跟大家无关的，有些是出家中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在北传里面一些的忏悔的仪式。诶，忏悔有仪式化了，不过就是我们要把它弄懂它，然后呢，把它的意义找出来，让自己可以得以使用了。好，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到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这一边忏悔完了，就谈到那个罪灭掉的情况是如何，还有就谈到衣食具足，那就是你们的置业了。好，同学，今天的。